死吗？啊，怎么会有鹅黄？我问号，太夸张了吧？看看屈宇抽到老婆有多么开心，嘴巴上说不要，身体倒是很诚实，有够傲娇。我不信，我现在真的很不爽，我不信，我现在抽纯白而祭典这次会再出吕洞宾。你看看，说了这么多还是要抽老婆，那么爱他还在那边演，很会。我绝对不信，25颗哪那么好中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在吕洞宾的考虑，怎么可能有吕洞宾？不可能的。啊，这吕洞宾我真的是。怎么可能啊？你们看看这心虚的表情，口是心非的话语，别说我对你不好，我帮你弄来了结婚申请书，赶快去登记，快结婚吧，记得请喝喜酒哦，洞房好好享受。